高老铁，贯口的话，其实除了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六面钻以外的话，其实还有我身后的这种叫数控的多排钻。那这种设备有什么好处呢？它主要是针对大批量啊，像我们做办公家具或一些民用家具啊，它大批量生产的时候，调节尺寸不是太多的时候，那我们上这种的话效率更高一点。那我们数控六面钻的话，针对还是我们国内那种定制家具小批量而且是多尺寸变化的时候，用数控六面钻。各位老铁，你了解了吗？